嘉义市山城国小提前为囡仔举办儿童节活动，31号和小朋友一边耍七巧板、索马方块、五方连块，一边做头脑体操，开发脑力，并且度过一个趣味又阁有意义的儿童节。宣城国小致力推动数学知识课程，把数学教育当中五大主轴数、量、形、统计、纪律当中的形作为主题，规划创意的数学竞赛活动。七巧板是一种致力游戏，由宋代印记图改编而来。因为顶级变化，所以这七块板会当组成真济的图形，是真好的头脑运动，会当帮助学童认识形状，更会当帮助伊。进行扩散思考、手眼协调和创作。那宣信国小的数学教育在国内还有国际的各种竞赛当中都得到很好的奖项哦。那今年我们特别以数学的五大主轴哈、数量型的型为主哦，举办数学的创意竞赛活动哦。那低年级的小朋友呢，我们是以七巧板为主哈、设计各式各样的比赛题目呢，让小朋友发挥他们的创意哦。那中年级的同学呢，我们是进行益智的索马方块。那高年级呢，我们是五子连方哦。整个活动分为团体组大型数码改题竞赛，以及双人组小型数码改题竞赛、创意造型竞赛等等，会当讲是一场脑力的运动大会。每一位同学拢必须用心在上课时间找到改题方法。宣城国小平常时班级教室都有数码方块，会当提供小朋友进行数学游戏，而且学校也阁结合校园的景物，设计六条数学学习步道。同学在平常时的生活当中，都接受数学，建立数学素养。新闻新闻，蔡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